觉？什么感觉？对啊，我觉得很，就是那个声音吹起来很顺畅，然后你的觉得音质也是觉得是怕有点古朴的那种感觉，它有没有符合你垫高的？对啊，那个感觉有到垫高吗？我今天一直很针对垫高，不过还好，因为我看它的，因为你如果从侧面看，它其实它是平的。嗯哼，你如果从侧面看，对，其他就是有一点，因为不是像那个凹下去那一种。你看，比如说像好尤老师这只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拿，请用这只，其实还是平。对啊，就这一只啦，我就说这一只，这个是你说这个是铜，好铜。这一只稍微有点内凹，这一只稍微有点内凹，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一只？这一只是，对，这是什么铜？法国的，你试试看这一只，一样的曲子，一样曲子，但是它的声音会不一样哦。秀气的感觉，差很多，真的有那种法国的那种品味的那种加码，加码，加码，对，德国的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说它那个叫做黄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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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就很凹，对，我这样看过去，它就是凹，对，它是超凹，试试看，有时候没关系，你不满意可以怪这个，一样曲子，突然他突然在这里找不到，他有个垫的，不是他有，他想很多，想很多，他把你垫高在这里，他。他那一件拇指调整器，他可能应该是觉得说原本是木头哦，然后对啊，对厚底的那个拿的感觉比较稳定，所以要适应。宽阔的感觉比较宽一点，可是我同时我也觉得他好像需要多一点点力量去支撑他，对他，真的那个三个颜色，那个颜色音色都很不一样，其实基本上这种笛子好玩，就是说，基本上它有每把每把的个性，然后加上国家不同，它的风格真的你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就讲英国的。OK， 那贝母卖到英国，这个专利卖到英国以后，其实就是 Ludocard。Ludocard 其实它是一个蛮，那在那当代算是蛮大的一个公司。它那时候是有很多的专利，它包括做很多研究来讲。那另外说，他们在这材质方面，他们跟其他国家不一样，就是说他特别用很多精神用在金属笛的研发。所以抱歉，是木头笛。对，我刚刚就在想说，他的木头笛是大概我目前世上包括收藏界都非常非常追捧的乐器。它的特别是因为它的选材很特别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他们大概一把笛子的备材是大概30到50年，
他们从1819年就开始做笛子了。哦、他们从弯 key 八键一直做到贝母笛，做到贝母笛，甚至还有新的专利去追过贝母笛。嗯，所以他们这个时间非常长，大概有快200年的历史。嗯，哦，所以他们的备料也是可以一直充分下来。哦嗯嗯、那他的特别是说，他们除了说木材以外，他们甚至是因为当代是最大的维多利亚时代，太有钱了，所以他们的技师也是从各个国家挖角来的，英国，然后法国、德国，甚至比利时、意大利，好多技师他们就是高薪挖过来帮他做笛子，所以在他们笛子传承里面，你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风格，在这家笛子，然后每把，因为每个不同国家的工艺就带来不同的，是的，是的啊，然后在这里融合以后，他们也会寻求一些共同点，音准上是他们共同。然后音色也慢慢有点大家融合在一起。那另外就是说，他们也带来各个国家最新的技术跟最新的材料。嗯，那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在那个年代，它的材料应用的是最广的，包括说最早的一个塑胶，嗯，我们讲硬化橡胶。哦，硬化橡胶。固特异，是说是整只都是固特异，对，那是他的专利哦。固特异就是他，就是轮胎跟长笛有关联。有，我一直以为只有那个 Suzuki 那个跟长笛有关联。他那个年代，因为我们跟现在大家塑胶大就很便宜，可是当代它是属于一个高科技材料，像耐米之类的这样。是的，所以当时这一把笛子比。金属还贵啊，比木头还贵、嗯，因为它需要做更多的那种合成材料的。然后基本上它的做法也是非常传统的，他们开始抽出来又就是像木材一样裁成，它变成一块脚材，脚材以后放，然后再像木头一样慢慢手工车。Okay, 就是等于是它只是把木头变成是。塑胶，但是橡胶，对，但是所有的工序是一模一样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。但是它需要养吗？啊，它需要养吗？需要那个什么上油什么吗？它需要像木头这样养吗？需要，还是要？那我们真是误会他啊，真的。当然，他们当代发明这个东西，他们的宣称说，第一个，它不像木材会受到气候，它也没有湿度的影响，它可以比较稳定。膨胀这些也比较少，还是它不会就不膨胀，它基本上它是认为它是个稳定的材料。OK，、嗯、事实上我们长期看一下也的确是这样子，那、嗯、只是说它表面因为是有机物，还是有点会氧化。那、嗯、氧化我们就是适当的保养。表面是有机，那、哦、整只是有机的。它本身这个材料还是一种有机物啦。嗯，老师是的，先生的意思是这样子。Okay, 然后我们还是要保养，嗯、因为还是会氧化嘛。对、欸，所以它是比木材稳定。嗯，但它等于就是除了它的材质是一个新的材，对当时来的新的材质、嗯，它其实做法或者是保养这些工序还是跟木头基本上不会差太多。用的简单一点，简化一点，简化很多，简化很多。对对，你在制成或者说保养方面，就简化很多。那相对来讲，就是说他们有特殊的音色。哦，因为他用的新材料一定有他的想法，嗯、因为这材料摸起来它是比较硬一点，比木材硬，而且比较鼓溜一点点，嗯、所以他在吹快的曲子更舒服。所以它的密度有比木头高吗？高、嗯、，OK， 高一些些。都是他们。再来就是说，他们用了很多特殊材料，包括最早的 K 金底也是他们开始去大量生产的。哦、然后、哦、用银，它的银也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，他们比例的问题，958。啊，九五八啊，是的，那么早用958，对，是的，我以为是925还是900，哎，就不是英镑，我听说什么英镑是925还是什么？958，哎，这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，因为当时他们采的是露天的银，他们是用炼的，并不是我们现在是用电解的方式。哦，啊，925也是几乎是应该说后来美国才开始用的，嗯，然后他们也最早是用其他的材料，包括。我们讲的这个不锈钢，然后甚至到后来的白金笛，嗯，就是 PT 笛，也是他们最早做出来的。所以其实一样的道理嘛，不锈钢虽然现在我们在生活上是觉得很好像很 popular 的一个材料，对对对对，可是它当时应该也是一个很高科技的。对 对, 对，就是说不锈钢啦、啊嗯、塑胶对我们来讲都很，现在这样非常普遍了。对，可是当代是属于新科技，包括它的焊接，当时都还是。包括你现在的焊接在不锈钢还是个不锈钢是不是比较硬、嗯、那它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做啊？
很难做，这包括他的在功法上，包括音孔上，他有做一些修正。他这种算是像是包管的这种做法吗？不锈钢？哎，这有两种，两种。那个年代已经有做抽管了。哦，可是这么硬可以做抽管？嗯，所以工具上要突破。哦，那真的相对做包管是比较好做。嗯，你可能这包管现在银的包管，有时候说你没做好还会裂开。嗯，是是。那这把就是包管的。哦，包管那个是一样是在它的工艺上，你怎么稳定它，跟你焊接的方式，一样，就说我们在加工的时候，你要让它稳定再焊，跟木头一样，你不能还没稳定你就拿来做，后续去变化就是问题。所以其实虽然是早期，可是因为像我们知道很多都很仔细在做，就是包括你的材料或是你的焊接这些都很讲究，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虽然是比较早期在做，但是可能工法比我们现在还好。对啊，有可能相当精巧跟非常精准这样。就我目前做的这些，我看到确实是这个现象，是没错。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还在实验，所以大家花很多时间在构思。那我觉得现在是因为大家可能慢慢找到一个共识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化繁为简，就是用一样的一样的方法去解决，然后以效率啦、大量啦、这个为准嘛。这个我倒是另外的看法，就是说，因为当时以这个等级乐器，毕竟它是属于贵族乐器，所以它的做工就像现在劳斯莱斯一样，它是非常非常讲究。但是它应该也不可能，因为它是贵族，所以它不可能大量制造。对啊，它的量真的非常少。对啊，非常少，所以不会像现代乐器。对，所以我在讲，就是说现在因为是大量，对对，你要普遍的话，你就没办法那一支一支慢慢。这个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焊孔跟抽孔，记不记得？那时候 Hans 的抽孔就是为了大量化去做的，从那时候开始，美国乐器开始就是开始量化，就是我们讲的 SOP 也好，就简化好做，然后可以当做，然后对，然后因为简单的，所以他们的图纸就很快就出去了，就是觉得是不是一直传出去的，啊，但是那个年代就是不太一样，他就只能实打实的下去做，是很难很难。哎，那这支其实有点特别，就是木头旁边那支，它多了一个键哈，好多键，多了好多键，好多键。刚刚有介绍这支吗？还没有，还没。哦，讲到我眼睛已经被它吸过去了。这支比较特别，是意大利的。哦。哎，其实这支我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严重怀疑它是 Ludo 之前在 Ludo Cut 做过的，因为这个东西跟 Ludo Cut 几乎一模一样。是因为这一圈吗？因为这一圈在早期的古董乐器非常非常罕见。因为这个基本上这是银。中间这一块是木头，就像，对，它里面包了一个木头，它就像这样，一模一样，然后只是说它把这一圈用木头整个包起来。OK， 啊，这样子我们像上次讲过配重，这样拿起来，这把很重，可是这样配起来，它又是比例性是 OK， 它的配重是平衡是 OK 的，平衡很舒服。另外就是说，因为比较重，然后木头声音，它的声音是非常。所以虽然它是金属，可是里面包了一个木头，所以你不会让它变金属到极致到让你觉得有一点刺耳的那种感觉。是的，它的是比较温和的声音，甚至它可以搭配银。是，对，因为木头的话，应该它会是因为比较有厚度啦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再搭配它这个管，然后加上这个，然后它的键很多，对，而且它是 one piece 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它是完全没有那个，没有接，它等于很讲究。不要离题，对，看到这个把实在太，它很讲究那个管子都不要，不要接，不要接，对，没有接的缝，这样一体成型。哇，特别啊，那个年代就比较特别，是这个头，哦，这个头他们有传奇到从，弯。要单键八键到贝母，是他们需要更多木头声音，所以当时有做这个东西，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太难做了，后来就，哎，这支有点像模范生呢，哦。他把所有，哎，不到所有，很多东西他都加上去了。在这把大概30年代的产品，意大利的。然后，那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说，Ludo 的特别地方，它的吹头，我们刚刚提到吹头，回到吹头，对对，回到吹头，对就吹头来讲的话，哈，我们现在看起来通通一样，可是我们知道Ludo 比较特别是说它的。吹头里面有加个银管，金属管，金属管就等于说它里面已经是一把吹头了，所以它等于是这个，然后套一个木头，套上木头，哎，完全的密合，然后这个工法才会比较难，然后
透过不同的材料组合，我们有不同的声音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它可以透过外形，这个叫消薄的。哦，这个比较薄，对，这个，对，跟一般的木头比起来，它比较瘦一点。对，这为了让你发音更好发音。哦。然后这就手工把它消薄。但它的这个密度会比较高吗？因为如果你密度低的话，会不会因为消薄？密度是跟材质有关。是是是，我是说它的木头。其实基本上他们在做这个比较高等级，其实木台是有挑过的，特别挑过的，包括他做 one piece 的离子，因为你 one piece 你稳定更高，要不然歪掉你就是整个毁了，所以它会这个木材都是特挑的，包括做保管的，这是一种。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做镶嵌式的。镶嵌哦 ，OK， 它在我们讲，吹口的 Leaper 这个叫纯电这一个，它特别做的不同的材料，让你吹下去音，所以这一片是这，对这一片看得清楚，看得清楚，对这一片，对，这个好像是，所以这个是用手工去一个一个做出来的，一颗一颗出来，这个有什么特别吗？这摸起来有点不太防滑。不是，我是说它的材料不一样吗？这一片材料就是都是木头吗？这还是那个叫 Goodyear 那一种 Goodyear Ebonite 这个叫硬化橡胶哦，它们应用在这里了。所以这个硬化橡胶是等于中间这一片，对对，然后旁边还是木头吗？对，旁边是木头。它贴的还贴在接这个，哇，接的好平哦，对啊，很平哦。这两个好像有两个可以把它钉子把它钉上去这样子，对。哇，有点不可思议耶。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真的蛮平整的，它就等于是银的套管，它有三个声音，然后木头，再加上这个三种材料复合材料，那还有再加上软木啦，当然就是这四种东西在这上面，它声音就比较变化。你试的时候可以透过你的气数，让声音可以更多的变化。你要不要吹吹看？怎么是？就是不同的，这个是先从木头的，许大哥，我们先从纯木头，纯木头，就只要吹吹头就好了，吹吹头就好。哦哦，好，那我先试一下，对对，单纯用这个好了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塑胶，这个塑，我记得是塑胶。对，这一只是。还是我们先从木头开始？有没有纯木头？有，纯木头。哎，没有，这是木头，里面是银管，然后是厚管的。哦，你这个都是可以加上去的吗？可以，通通管径都合啊。都很好，这里面你有动过手脚就对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面画了大概60年。那我怎么都可以都很，哇，太神奇了。尺寸就是这么稳定。对，为什么可以这么？因为现在的厂里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啊。就他们在制造跟设计的时候，其实是很有理念。所以它真的很精细，对对对，不止精细，是稳定，60年。因为这是从不同笛子拿下来，这是同一个公司还是不同公司？同公司，同公司哦。OK， 这都是他们家的东西。现在同公司也没办法，同公司的同个型号不见得没错，对啊，可以互套。而且这跨了60年，对，所以它真的很精细，因为这个太是太了不起。所以这是木头加银管，对，木头里面是银管，外面包木头。基本上银管不用讲啊，因为这个每个里面都是银，里面有三种材料。哦，好，那要木头银管，有点复杂，木头加银管。好来。然后另外一个，这个是。这个叫橡胶，我建议它，我们先从纯银管哦，纯银管，纯银不加木头哦。这个好像有点紧，只有主人感动，我不敢动，我坏了赔不起，找不到第二把，可以硬转可以，误差范围内。就比较现代的声音，对，这个真的。对，真的，这比较简单。那这个头比较年轻，大概预估是在1940-50年代的东西。OK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哪一把？这个塑橡胶呢？好，换个落差大一点，橡胶，就硬化橡胶的。硬化橡胶，它比较骨溜一点的声音，骨溜。然后有点松松的感觉，它没有 liner。啊？它没有套管哦，没有套管，无套管，全部都是
它只有前面这一就接的地方是對對對對里面是金属，后面都一样。后面都一样，帮你感受一下。真的比较就是阻力稍微比较小一点，对对对，比较滑，的确有比较顺，真的比较滑的感觉。而且它因为感觉也不会因为比较塑胶的时候就不够厚，是不是？对对 对你要讲是那个震动，对，你不会觉得它是单薄的声音这样。那这个是你现在那一只是什么？哦，这只一样是银管，然后这只是比较老的声音。比较老的，那外面是木头吗？木头，银管，银管在里面，加外面的包木老木头啊，那就是比较老140年的，哦，然后它的表面处理不一样，它有上亮油。哦，一般他们的是不上油，都不上油，都没有上那层亮，都不上亮亮光。对，这个真的看起来比较亮。那我们来听听看，这是属于比较法式的表面处理。哦。比较木头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比较老，对对对，好，那然后再来，好，那什么时候要我轮到我？你很期待这个，就是有复合木头再加上塑胶的纯电，橡胶的纯电，我应该这样讲。它其实做，这个还是要请主人处理。不行不行，这只不行，这只不行，哇，这只紧一点。哦，那这次放弃啊，这次放弃。那你吹一个那个头，这次等一下可以，好像可以装这只吧。嗯，好，没关系。就是也是很好听的声音耶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次等一下应该可以。我们真的是对那个橡胶的那个感觉，真的完全颠覆。对。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橡胶，硬化橡胶，或者说我们讲塑胶，我觉得第一个好像密度也没那么高，再来是觉得我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快速的制品，它就塑胶，我们就想要生活用品啊，什么水桶啊、椅子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真的跟以前那种新材质的处理上，我觉得完全不一样，用不用心真的差很多，差很多。虽然它听起来是很便宜的材质，这个是后管，当时不便宜的，这是后管，哎，所以后管的木头吗？对，后管。那里面还有金属吗？有。有。哇，这个好适合。这是他原来对啊，这是他原来的吗？不是吗？看起来好适合哦。排场是，对，我觉得还。这，我觉得它有点 combine 所有的优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它有一点木头感觉，又开始有点现代的。对对对，然后又滑，然后又。你再换一个，记得吗？这个就是不锈钢的啊！等一下啊，内部不锈钢啊。我们先装全不锈钢的。哦，全不锈钢。哦。感觉它跟木头没有比较，没有办法，它声音震动在一起，它声音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坚硬。我觉得它自己跟它有点分离。但我自己会觉得它真的好像对我来讲有点太陷进去，嗯，对，所以那个角度好像真的觉得比较难去把那个声音它的。可是它是唯一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两个震动感。就是它没有一贯性，没有对，没有那一贯性。而且我本来看它好像没有装进去，我本来还担心说，哎，会不会音准差？没有没有，它是哦，它的线。没有没有，派老师都会控制他耳朵很好。对，就哎，音准相当稳定。这个来讲，因为不锈钢是我们大家都很陌生的材质，要有点适应。嗯嗯，就你的气度上跟那个我们讲那个叫内力有点不太一样。那基本上。不锈钢确实比较难吹。我刚刚看有一个透明的，那个透明的可以试吗？装得进去吗？哎，不能装这一支，因为它的尺寸不一样，它是现代的东西。然后这一支是不锈钢的头。不锈钢的头啊，不是不锈钢的内管，内管外面加。加木头。不锈钢。他们当时这个是要乐团用的，
所以会用不锈钢，非常的 powerful。其实感觉到重很多，重哈、哦，对。哦，我觉得需要用 low B。我觉得好像力量会更强，比较爆发，感觉那个穿透力比较够。对，还有这个头不是他的啦、欸哦。但是我并不知道是他是为了乐团要大声一点点才这样子。就是基本上这个材料发明的时候，他是为了更大的空间去处理这个材料，更大的空间，更大的一个演奏，演奏的空间、啊啊啊，就是演奏的，就本来从沙龙音乐会变成越来越大，变国家音乐厅这样。对对，那个年代。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跟乐团应该有关系吧？乐团也是从小到大，其实像在二十世纪初，他们的乐器都是乐团首席在吹，因为一把就可以镇住全场的，它的音量、powerful 各方面。